好，要开始，那我们大家好，一二三。大家好，我是李瑞希亚比。大家好，我是李奇亚安娜。Hello。我们现在玩《冰雪奇缘》。这个我不知道怎么玩。迪士尼《冰雪奇缘》我雪花哎。这个我也好像玩，好像有玩过，又好像没玩。这边是故事模式。艾莎、安娜，还有小狮，还有这谁？小狮。阿克，石精灵，还有雪宝，雪宝来喽！快雪宝，有好多的水晶、宝石跟石精灵，他们就不见了。Oh my god！ 没有了他们的话，这样子夜光就会越来越消失了，怎么办啊？你不要担心，我们是一个 team， 我们可以帮你们解决问题。不就是绿宝石、蓝宝石、红宝石跟紫宝石吗？OK 的啦，好，我们不要快转，看接下来怎么做，好不好？咚 ！Oh my， 哦不，要跑要跑。安娜。好，要跳的时候跟爸爸讲哦，我们就跳，短一短。安娜要跑喽 ，Go go go！ 跳。Go go go！ 哦，红宝石一定要拿到的嘛。哦，还有下坡。哦呦，哦呦哦呦，谁赖我？好讨厌！跳跳，红宝石。跳。安娜在这个地方哦，撞倒了。哦，原来撞倒就会死掉哎，怎么这样？对，可是一定要安娜再次。好。好，加油，加油。跳。Go go。紫宝石来了，跳！哎，没吃到哎。等一下再看。跳！有看到就是紫宝。Go go go！ 跳！轻轻跳，用力跳，哎，啊，又没吃到。如果不跑，它不会掉下来。哎，跳！没有碰到阿克，跳！艾莎，跳！姐姐啦！哎，我快完成嘞，剩三分之二。跳！跳跳，嘿，嘿，嘿，跳，还是没吃到，那还蛮难的。跳，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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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跳，可以碰它吗？可以耶！哦，无敌状态。谁？哎，这是要跳吗？我没有，吓我一跳，第一关过了哦。拿到了两个宝石，45个雪花，还有240个白色的雪花。雪花更多哎。对啊。哇塞，到底有几关啊？第二关。很多关，1000关吧。第二关阿克说要拿绿色的宝石。哦，可以加哦。我们来加这个好了。哇，还有500块，我爸扣。这个呢？250块。对。OK。好。走咯。哦，阿克冲太快了吧，车很快，他会车很快、哦、阿克按这个，但是会车很快，把那个玻璃撞破，哦，把冰块撞破。阿克好像跑得比那个还要快、哦、阿克比安娜还快。哎呦，可是阿克好像没办法双连跳。对啊，阿克没办法双连跳。对，阿克跳，你看跳不过去。哦哦，跑最快的不行，双人跳。哎、欸，啊呜！哦，我还以为死掉了，吓我一跳。哎、欸，没有死掉，好吧，大帅哥。撞破他！撞破他！撞吧！哇，太多了。第三关。第三关。很多关。我有245块，这个要500块。这个要500块，我要都买。不要了吧，又来。哦，现在这雪橇太快了吧？对，雪橇更快。吓死我！会吓的，这个会吓的。撞破它。撞破啊！跳，跳不过去了。我雪橇又雪橇，哎，怎样才能坐到那个雪橇啊？奇怪。要很快。撞破它。你要超级无敌快才能撞到它。哦，
只要超级快它才可以做到。好，没有问题啊。只要无敌快，无敌快，无敌快，它更快一点。哦，跳不起来，因为它不行双人跳。Oh my god， 不行双人跳啊。哎，拿到蛮多雪花的，132。喂，他说，如果要玩这些游戏的话，点这边就行了。好，我们继续全播，应该很快吧？哇，好多！我们来下一关，第四关。雪宝。哇，下一关换雪宝。雪宝要拿377，不够钱。雪宝，你跑得也太好笑了吧？雪宝按这个的话就会滚下去啊，滚下去。雪宝还不能双连跳，雪宝没办法，要很多钱才可以，要很多雪花才可以双连跳。雪宝差点就撞破玻璃了。哦，现在是什么情况？哦，雪宝技能好像只有这两个而已哦。嗯，它只能这样。好，我要走下面。那雪人不知道可不可以撞哎？可以吧？好像不行啊，因为它有一样的。哦，有这个要吃耶！拿到一个蓝色水晶。溜吧，溜冰。溜吧。溜吧。溜吧。好呀，耶、yeah, ！过关，我们拿到128个水花跟一个蓝色水晶哦，没败哦，没败哦。好，我们继续下一个。为什么每次都这个最多啊？因为那可以换宝物啊。可以换宝物啊？这换谁？换谁？不打，就来雪宝。一样雪宝，哇，500块，买这个好了。啊，对。这不知道是什么。哦。它增加了。他好像跑的速度更快哦。对，因为增加就会最快。死掉了，原来那冰块不能撞。对，他跟阿克塔来撞。好，我们再一次。就阿克可以。来喽。跳。阿克才能撞。对，你有看到那个？他还帮我保护。黑蛙冰友。哦，雪怪原来是我朋友，妹妹你怎么好像突然吓到？吓到一下，吓一下，不行，碰，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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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是怎样？无敌状态吗？加油！这才是小心！哎，死掉要重跑呀！小心！走下面，下面，哇哟，哎呦，拿到蓝宝石了，你看他在滑，啊，哦，我没看到，没看清楚，所以是这个嘛，哦，好，够几百，够几百，来哦，不行，嘿嘿，可以。笑得跳，笑得跳，吓我一大跳。哎，雪怪好棒哦，不知道等下会不会再出现？不会了。哎呦！没，他只会帮你一次吧？哎呦！他只会帮你一次。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吓我一跳！跳！他跟阿克缠撞，跳！跳！后面真的有够难的，喏，有办法使出全力喽，来喽！大变，加速！哇！小心像我一样的，来保护我！爸爸，爸爸，他只能出现一次，好吗？哦哦哦！哇！来喽！掉。跳，哎呦，只差一点点就输掉了。跳跳，那个阿克才能跳。跳跳啊！哦，这一关我过好几次了。够了，别再
我一个人赢。好了，我这一次一定会破关的。一二三四。这个阿哥才是最厉害。小朋友来喽！我笑了，他可以保护我们耶。走吧。Go。耶，他停在那里就不行了。哇哦！哇哦！哇！哇！啊！完蛋了！完蛋了！雪宝裂开来了。好，再一次。不要啦 ！No！ 脚。到底是干什么的？跳跳跳跳跳跳！对。雪怪，雪怪先生，麻烦你喽。麻烦你喽。有哎、欸。有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跳跳跳，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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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跳跳跳，哦，不要玩了，不要玩喽，千万不要突破。欸，后面还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关，千万我们只玩了五关，后面真的超难的，好吧？那我们最后要说什么？谢谢大家，拜拜。下次会把它挑战成功的哦。现在开始挑战啊！不要。